本群女子在超商内低头专心挑选商品，这时一名男子缓缓靠近蹲了下来，看似也在选购物品，但仔细瞧，男子手上拿着手机，不但镜头朝上，还不断靠近女子大腿，根本是在偷拍。下一秒女子发现，吓得大吼，为什么偷拍我？但男子先是矢口否认，接着竟转头就跑，心虚表现让女子直觉有意，一路追了出去。男子拔腿狂奔，女子也不甘示弱，紧追在后，但没想到他却一路跑向昏暗的市场内，就怕再发生危险，女孩止了脚步，选择先离开现场。事后他也 po 文提醒民众，偷拍他的男子身穿灰墨绿色 polo 衫，黑鞋黑裤，还戴眼镜，身高约173，体型算瘦，遇到他可得小心。偷拍现场就在北市罗斯福路这间超商内，一旁就是龙泉市场。嫌犯选定晚间犯案，疑似熟知地形，容易逃窜，这地缘关系遭警方锁定，讯线逮人。于今1日12时许，将陈姓嫌疑人查缉到案，前案一。涉嫌妨碍秘密罪，函送台北地检署侦办。大胆二郎在超商内嚣张犯案，这下偷拍人赃俱获，最终逃不过法律制裁。记者姚立强、张正明、黄玉兰台北采访报道。